是走过了主流之后，再回到所谓的这个独立音乐的市场，才能够更坚定用自己的想法去走我们未来想要走的路。而至于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，也是一开始我们应该算始料未及的，从一开始我们想要做好一场表演，做好一张专辑，一直到做了专辑之后，几乎每一张专辑都是入围金曲奖跟金音奖。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